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没饭。哦，郑老师好。啊，小郑老师也来了。细节啊，自己找地方坐啊。不好意思，我去洗，给你洗一下啊。哎，小叔不用了啊。小叔，光我知道，咱们学校得有两个老师也是单身，可他们凭教龄也分到房子了呀，你也去申请一下呀。哎呀，我一个人住在这儿，挺好的。再说了，住在这儿的都是老校工，他们见到我还能真心实意的叫一声郑老师，多好！小叔，你不能这么下去了。哎呀，没关系。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比较务实，就互相看不顺眼，这很正常。我没说孙露，我是说以前那个事儿。我知道，那个事儿对你伤害很大。可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啊，龙城一中所有人，学生、老师，没人记得八年前那个事儿，就只有你一个人放不下，扛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肯放下。清者自清，有什么放不下的？反倒是你啊，你要是不提这件事儿，我早就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这儿生活，挺好的，多自在啊。季姐啊，听你三婶说，你和你那个大学同学进展得很不错，你们很般配啊。啊，的确还挺特别的。哦，有什么特别的？就比如说东尼，他就像是飞蛾，永远喜欢扑火。可陈烟，他就像候鸟，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和雨，都会沿着一个轨迹安静地飞翔。哎呀，看来我们的西爵真的要结婚了啊。反正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三叔家的和睦气氛，陈烟吧总能让我感受到一股安宁的感觉。这结婚呢挺容易的，如果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那就是难得的运气啊。你小子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哥，我听你说一事儿，小叔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一学生好过，小沈因为这个离的婚，这是真的吗？你听谁说呀？我早听说了，不过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儿。但是今天学校论坛发了一帖子，说的有鼻子有眼，可真的是的。你要再听谁胡说八道，你来告诉我，我去收拾他。哥，你告诉我一点嘛，我发誓，我绝对不告诉别人。我真不知道啊。哎呀，你说一点嘛，我长大成人，我现在是个大人了，我有啥不能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真不多。知道多少说多少。那会儿我才上初三，东尼是小叔的学生。我不需要你们记住这每一个词背后的典故，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反复的诵读，借由文字去感受诗人最独特的人生，这样知识和情感就会自然而然融入在你的心里。那个时候的小叔站在讲台上熠熠发光，最精粹的思想，所有学生都喜欢上他的课，抢着看他对作文的评点。好了，课代表发下作文本，今天的课讲到这儿。起立。老师再见。同学们，同学们，哎，问作文的都到我这排队，不排队的一律不给问啊。唐若琳。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唐若琳，只知道他跟东尼姐是同班同学。啊，嗯，郑老师怎么又跟你写这么多评语？各有进步啊。好了好了好了，你走吧你走吧，下一个下一个。排队排队，一个个排队，一个个排队啊。
到你了吗？他性格孤僻，再见啊，我走了。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在同学里人缘不太好。曾老师，这是我新写的作文，我想让你先帮我看一下。好，边走边说吧。其实，那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对一个热爱文学、有写作天赋的学生，在专业上最自然的偏爱。落笔时要先逆行，再回转。不要脸！大白天的办公室，你还护着他是不是？什么？但当时的小水却一口咬定小树和唐若琳之间是那种关系。大白天你在办公室。小水这么一闹，学校里满城风雨，没人肯听小树的辩解，每个人都在想象师生恋的场景，因为那样才够刺激。张红老师因为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恶劣的影响。小树离婚了，学校公开处分了小树，收回了房子，对郑红老师给予通报批评、记过处分，并调离班主任岗位，责令其做出严肃深刻的书面检讨。那个叫唐若琳的女孩也退学消失了。从那以后，小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我真的好替他们难过啊。那会儿唐若琳跟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大吧，大家对他们好不公平，对小树也好不公平。不行，我要帮他们，我要帮小树。怎么帮？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不管，我要你跟我一起帮小树恢复名誉，找回幸福。至于唐若琳，你别说她当年是被冤枉的，就算她真的喜欢小树，那我也可以理解。嗯，喜欢你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做更好的自己，而你是照见我的那边护士。郑南英，我警告你啊，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但你在高考之前不许谈恋爱，这是三婶交给我的使命。哥，你不记得你的17岁了吗？忘了。郑希爵，你知道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你现在的行为就是背叛你的青春，背叛你的过去。难怪大家都说长大成人就是从一颗无价珠宝变成一个鱼眼睛，那也不能像你这样吧，简直就是死鱼眼睛。那是在说你啊，对我无效。报告，进。苏远志。老师，刚干什么去了？刚上厕所去了，跟您请过假。去，把这道题解一下。知道为什么要给错吗？知道。他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
是什么呢？不知道啊。计量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啊？很潇洒，刷刷刷写完走了，啊？说清了，叫马虎。但如果这是高考的考场，就是对你的前途不负责任，是不是？郑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只是一个计量单位而已，不是按步骤算分吗？对吧？零分太过了吧？高三的时候，我曾经跟数学老师为一条辅助线争吵。郑希爵，可以啊，现在还会举一反三，觉得我说的有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老师还厉害？老师，为什么你就一定觉得你自己是对的，我哥哥就是错的呢？你不过就是个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我哥哥将来是要去清华的。当我拿到师范专业通知书的时候，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郑南烟。可今天，他要不计后果的去维护另外一个人了。郑老师说的对，没关系，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再被老师抓到了。不会再被老师抓到。我告诉你啊，耍小聪明只会害了你自己，是你高考，不是我高考。求求你别跟妈说行吗？没门，什么眼神啊，那个苏远志痞里痞气的。不许你这么说他。我知道，就像我讨厌陈烟一样，怎么都不会接受苏远志，他跟王远志、李远志、周远志都一样。自从你有了女朋友，我就知道你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哥哥了。那我都能忍着接受陈烟，你为什么一定要找苏远志的麻烦啊？况且我就是喜欢他，他都不知道，我没有早恋，难道就是允许你一个人长大吗？你去哪儿？我找小叔。小叔不在。我就给小叔打扫卫生不行吗？你在家里都不打扫卫生啊？我跟东尼姐商量好了，我们要改变小叔的生活。你把那个帖子给东尼看了？嗯。谁像你，眼里只有陈燕，没有我们家里人。我俩可不是。放心吧，放心吧，不用你帮忙，你去找你亲爱的陈烟吧。哎，怎么了？他这是？哎，得去哄一下这个小屁孩。啊，不是去逛街吗？是去啊，能不能先去给小叔打扫一下宿舍啊？很快，然后咱们再去。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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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保证很快，走。南一，你慢点儿。你小叔住这儿啊？啊，他之前有一套两居室，离婚之后就搬到这儿了，一住就是八年。他就没有再婚吗？现在结婚都要求有房子，小叔这个情况谁愿意啊？南一呢？哦，他说他去买那个拖把和垃圾桶，他下楼了。这一片我比他熟啊，不行我去看看吧，你等我一会儿啊。Thank you.
细腻、真挚，笔尖情感自然流畅。同时，老师也很荣幸成为你文中帮助你、指引方向、给予力量的一道光。哎呀，这孩子出门也不知道锁门。哦，哈，你是西爵的女朋友陈烟是吧？啊，你好，你好。我是西爵的小叔，我在楼下碰到西爵了，他说你们来了。哎呀，这孩子，把你带来也不提前说一声，还让你帮我打扫。哎呀，回头啊，我一定说说他啊。行了，你别弄了，来，赶紧出来坐坐。郑老师，这些年您过得好不好？你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这句话应该我问您，您为什么会这样？我去楼下迎一下西爵。郑老师，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现在是我是陈烟。叔，我们回来了。嗯，回来了。嗯。哎，小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陈烟，这是我小叔。陈烟，你好。小叔您好。啊。小叔，你这什么时候学生作业？怎么用毛笔批的？那个别动，你上面全是灰。哎，我再看一眼。给我听话。我把那些作文本放那儿了，可以吗？啊，可以。哎，陈烟，陈烟，嗯，帮我把那个窗帘拿过来。啊。哎，小叔，你这床咋睡的？都是灰。哎，小心，小心下面瓶子。哎，小心罐子。好的。三叔三婶邀请你来家里吃饭，我感觉啊，三婶是要认定你这个郑家媳妇了。
说说吧，这原文谁给你的？没有谁，我是从一本杂志上抄的。这不可能。是不是郑南英？不是他。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之内，每周多交两篇作文，每一篇不少于1000字。老师，我就抄了几次。叫我郑老师。不怪他，是我怂恿的他。你别生气了，我们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别这么罚他？我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罚他吗？还不是因为你。我做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呀。你现在什么情况啊？你自己心里清楚吗？不是小叔，为什么你也这样说话？你都不理解我，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星期，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帮你修正你人生的轨迹，让那些人不要再诋毁你。你倒好，跟那些旧脑筋一样，反过来对我实行专政。你在说什么啊？反正小叔，你非要罚苏远志的话，以后我再也不帮你了，我永远不要再叫你小叔了。哎，南英，你说小叔记性怎么可能这么好？8年前的作文，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抄的。我的世界里原本没有光，直到成为您的学生，是您带我走入了文学的殿堂。为我照亮了前路，因为这束光，让我知道生活不光是黑暗。我知道了，我知道这谁写的了。来来来，举起杯，欢迎陈烟。来，欢迎欢迎，谢谢谢谢三叔三婶，谢谢。啊，来来来来，这也太丰盛了。你说两句吧。代表吧。好，陈燕，特别高兴你能到我们家里来。西爵他父母去世的早，我们总有照顾不周的地方。看着你们两个人能够这么在一起，互相有个依靠，我和你叔叔心里别提有多宽慰了。谢谢三婶。嗯。还有啊，陈燕，三叔说句话你一定记在心里，别人家娶媳妇儿该做的该有的，咱们家娶媳妇儿必须要有，嗯，不能让陈燕受委屈，嗯啊。另外呢，这是西爵的家，只要你愿意，将来这就是你的家，啊。谢谢三叔。好了，好，动筷动筷子，吃饭吧。快给陈燕夹菜啊！我自己来，没事，夹这鱼。这是我切的。来，我来，我来，你吃吧，你别管。这个也是我切的。喂，啊，东尼，他们早就到了，我们正吃饭呢。啊，我记得记得。行了，你就别操心了，我知道啊。好，嗯，再见。我姐怎么了？哼。嗯。陈燕。哎。哎，你坐下坐下啊。这是西爵的堂姐东尼从德国给你寄过来的礼物。他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上上周我跟东尼通电话，他关心你们俩人的情况，我就说你们俩人进展得挺顺利的，我看着是定下来了。东尼就说要给陈燕寄一份礼物。东尼还托我跟你说说什么哦，让你把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放进去。而且能说这么好的话，来，我们打开看看。哇，这个应该叫电子相框，好像。嗯，喜欢吗？哎哎，这怎么还有一张东尼小时候的照片？这不是上高中时候吗？哦。可能是他试用完忘删了吧，他删了吧。嗯，我来。西爵，嗯，转告你堂姐，谢谢他。不过，我不会用它收藏我的过去，我要用它
收藏我们俩的未来。嗯，对对对。那咱们就把结婚照放进去。拍一大坨。对对对。滚动滚动。好。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快吃饭吧。快给陈燕夹菜，快来。还有这个。来。哥，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跟你说，我在去捣什么乱呢？也不分个时候。干什么忙不躁躁的？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什么呀？唐若琳的作文。谁的作文？唐若琳高三五班级的唐若琳，就是八年前。你看。哎呀，这吃饭呢，别胡说八道的。我没胡说，小树到现在还留着他的作文，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他每一句话都记得，班上同学不是拿去抄了吗？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骂我，你看这死的。也行了，闭嘴吧。你怎么了？怎么了？啊，我啊，我突然有点胃疼。呀啊！那肯定是空腹喝酒，你赶快去西决房间里休息一下去。不用不用，我给你找点药。没事，你快去休息一下。不用，三婶，没事。给陈岩倒杯热水。哎，这么戏剧化说话，怎么这个反应？死丫头，你才是在这搅局的，你知道吗？我咋了我？饿死。吃吃。嗯。你去学校晚自习不穿校服，你穿这什么呀？妖里妖气的，必须换。多好看！好看什么呀？哎呀，你就让他穿吧，他又不是没穿过冬妮的衣服。你这裙子再不穿，过两天过季了。你知道什么呀？郑南英，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把别人都当作傻子。这一段时间你成天的对着镜子跟那捯饬自己，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穿这裙子，你要穿给谁看呢？我穿给自己。我跟你说，你今天这裙子不换，你就别想出这个家门。老师，那边我去请假。校服套上吧，姐姐还看着呢。就是不换，有什么话明白说好了。不是问我穿给谁看吗？我告诉你们，他叫苏远志。我不仅要穿裙子给他看，我要跟他上一所大学，我要跟他在一个城市。三婶，哎，三婶，你打孩子干什么呀？南音，哎，西哲。我去吧。你干什么去啊？都是你，都是你惯的，你还好意思说？三叔，还是我去吧。西决，你等我一会儿，很快。干什么呀？你这解决什么问题啊？还有客人呢。什么味儿啊？呀，哎呀，我坐着锅呢。哎哎哎！我去，我去。哎，不用不用。哎，陈燕，哎，让你见笑了。你坐坐坐坐，我来我来我来。你快点儿！来了来三嫂啊，麻烦一件事儿，帮我再联系一下那个孙露。啊，对，就是上回相亲那个。好，好。哎呦，听你抱怨了那么久，你再不聊别的话题，我挂了啊。啊，别别别，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对了，陈燕去你们家跟你爸妈聊的怎么样？作文被小叔发现了吗？回家正跟哥说，然后陈燕就在旁边哎呦哎呦的胃疼，他就是时时刻刻的都要黏着哥。是吗？哦，对了，姐，
还有那个惊爆内幕的帖子，你记得吗？现在在我们学校爆红哎，大家都在议论小叔当年的样子，还有唐若琳。当时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吗？你有没有他照片呀？没有，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他已经退学了。那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他好看吗？就那样吧，反正没你姐我好看。那肯定，谁能跟你比啊？要不这样啊，待会儿发个新帖，我让网友帮着一块儿找他。姐，你说，要是真找到了唐若琳，那小叔会不会特别惊喜啊？要真找着了，恐怕就不光是惊喜了。姐，你那边出太阳了呀？我绝不允许别人来伤害你，喜鹊。西爵，快给你分一百大锅馒头。没事。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人家正红啊，我这个弟弟，在学校教书育人，也不爱说话，平时也不是特会说，不过跟学生。锅开了，来下饺子吧。啊。我们西爵真是有福气。一看你就是那种会过日子的女孩子，这一点啊，东尼、南音都比不上。那是他们福气比我好。什么呀？你别怪婶子怠慢啊。说来你也是客，我还让你在这儿帮忙。怎么会呢？不过在我心里呀，我早把你当做自家人了。哎，郑红，快照顾小孙吃饭了。哎，好。来，饺子好了，饺子熟了。嗯，哎，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哎，我来帮忙吧。啊，不用不用，你坐。我去切水果。哎，你别忙活了，我去，你歇一会儿。来。嗯，歇一会儿。啊，来。西爵的女朋友陈烟。哦。来，三嫂。你好。你好。小孙啊。这个饺子你一定要好好尝尝啊！这是我三嫂的手艺，来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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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怎么样？好吃。嫂子，您得多教教我啊。好。喜欢吃啊，以后让郑红啊多带你来，啊。好。哎，小孙，刚才聊天说你有小孩了，几岁了？十岁了，上五年级。我还担心呢，我怕他去不了龙城一中。现在好了，有郑红在，我就放心了。啊，那是当然，当然。水果来了，啊，水果，这是小孙带过来的水果。哦，是吗？对对对，三哥三嫂，你们多尝尝啊！这水果是我让我大舅从海南特意寄过来的，我可一口没舍得吃啊。好，来来来来，来小陈尝尝这个芒果。哎别，他那个芒果过敏。这样吧，你给我。啊，小叔。你怎么知道他芒果过敏啊？嗯，就是上次说的。嗯，肯定是你跟小叔说的吧？你不记得了？啊？是啊，上次我和孙露见面，你不是跟我说起过陈烟的事情吗？你肯定忘了。哦。说你是老年人还不服？我下回过生日送你脑白金吧。饺子还堵不上你的嘴。还挺好吃。这下好了，以后要是有郑红在，我就放心了。哎，这女的真的很搞笑，她把小叔当免费家教，你说小叔看上她什么了？是啊，小叔之前对她明明没什么感觉。岁月真是把杀猪刀。不行，我要去找东尼姐商量事。你想干嘛？我唤醒小叔的傲骨，不能让他再这样沉沦下去了。要是能找到当年那个唐若琳就好。可别添乱了，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再说了，就算你找到唐若琳，小叔就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吗？你怎么跟妈说话一样啊？反正那个孙露配不上小叔，小叔也不会爱上他。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小屁孩懂什么呀？
事儿。先敲门，喊报告。去。报告。进。郑老师，我是来通知您，今天晚上一定要参加我们班第二节课的晚自习，有节目。您班晚上第二节自习？嗯。这不是小叔的吗？郑丹英，我警告你啊，别搞什么幺蛾子。所以啊，你要来看着我啊，走了。哎，走后门，别走前门，不来绝交。晚上学校临时有事儿，不能去接你了。开会的时候我都说得很清楚了，嘉宾讨论到留守儿童的时候，画面一定要用特写。你让他们自己看一下，现在剪出来的片子有逻辑吗？你们把那喂喂，一会儿我在高三五班，就二楼拐角那一间。嗯，想你。谁啊？你的语文课代表。不好意思，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老同学呢。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哎哎，刚好，能不能借我你的电话用一下？我手机没电了，有一个重要的紧急的工作电话。谢谢，谢谢，谢谢。是我，全部给我返工，明天上午10点我要看到粗剪。弄不完，弄不完行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辞职。谢谢啊，我叫江毅。我叫飞毅。刘新江，我先走了，谢谢啊。你把人给认错了。对对对，别说了。怎么回事啊？灯都坏了吗？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好了，都说了吧，我们接着上课啊。今天我们讲一下月考的卷子啊。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成为一颗星星，这些人都是你们，你还得不念旧的照耀他们，创造者的路。郑老师，这是8年前您写在我们班毕业照后面的话，您说这是您对我们大家做人的期望。你是江毅。97届高三五班向您报道。郑志宏。刘新江到。赵凯到。哎，吴浩然。哎，王小龙。哎，到。你又迟到了。再见，来着。郑老师，听说学弟学妹们要给您过生日，我们也就重新联络了起来，回来看看您。好。当年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作文批注都仿佛一篇美文，今天我们有幸又找回了这些记忆，想借着老师的生日跟学弟学妹们一起分享这些文采飞扬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文字。江毅，这篇叙事文悬念入文，前后照应，足章显志，立意深远。刘新江，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美妙的事物，而爱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种。未来的某一天，你会遇到对的人，但现在你应该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缤纷绚烂，好好体会和同学之间的友情，这也是青春时独有的爱。我这还有一篇作文，它没有名字，
然后它的主人也没有来，但是我还是想念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老师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你的文笔细腻真挚，笔尖情感自然流畅，同时老师也很荣幸能成为你文中帮助你、指引方向、给予力量的一道光。风还是昨晚的风，等你的秋意渐浓，吹拂着温柔在心中。时光匆匆又匆匆，春色撩人中梦送，等换季时拥入怀中。只想安静地等着，等一切烦恼无影踪。若不是想象太空洞，拥抱又不能够从容，无助的痛无法形容，爱上了一阵风。多少人要远走一程，擦肩